那么在这边为什么要特别跟各位介绍是 Swim 3D 哦？其实我们刚刚在这里虚拟摄影棚，各位应该都有看过。我刚刚是不是有一些那个？我就先把这个关掉，关掉哦。你看，我们刚刚在这边分享的里面，不是有一些这个背景图吗？对不对？这里面你所看到的这些东西，我都是用这个软体做的。你觉得会不会很难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我绝对不可能告诉你那种很难的嘛。我看一下，哎，这里可以缩放一下哪一天变形在这里。好，如果你像我这样，因为我的萤幕比较小，所以太大的虽然你可以用脱衣的比较麻烦，我可以来这边直接变形，告诉他缩放到跟萤幕大小一样，这样你们比较快一点，我就不需要这样脱衣哈。好，你觉得你有没有可能做得出来？真的可以，我有提供原始档给你。你们刚刚在这里看的时候，外面不是有一堆吗？而且因为你现在要安装的，有没有发现这些突然变得可以看的？你可以直接打开，比如说像我刚刚这个教发中心的，都两下，